走在一条斜坡上，然后遥远的那一望无尽的地方，就是整个佛罗伦斯了，也就是我梦想的托斯卡尼。我现在终于来到托斯卡尼了，这个梦想我竟然让它实现了。虽然说这里是意大利，可是我却并不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陌生。很喜欢这里，我似乎找到了以后生活的那种方式吧。